本会对于刘晓波先生过世表达哀悼，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停止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压迫，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刘晓波先生不幸的遭遇再次凸显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为延续一党专制，视各种善良真源为洪水猛兽，无所不用其极压迫人民自由发声的权利。我们深信暴力及牢狱的桎梏绝无法禁绝人民心灵对自由民主及公益的向往，唯有以宽容态度对待异议人士，以包容胸襟广纳多元意见，确切落实对人民各种权利的充分保障，才能使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及权利受到充分的监督治安，民主改革才有希望。